為前日收到，跟住琴日都冇，所以我就過嚟問，跟住就話佢話冇保證幾時收到。但係冇話咩原因啊？冇。8月25日。就突然間就簽證中心咧就有個男士打電話俾我，就叫我咧就重新拎過曬所有第一次申請嘅文件上嚟俾佢 scan 過。咁我都問點解你到今時今日你先叫我重新申請過嗰啲文件俾你 scan 啊？我係7月26日上嚟嘅喎，無可奈何之下咧，咁我就26日。就星期六上午咧，就同埋我先生一齊咧拎過曬啲文件啦，上嚟俾佢重新申請scan 過噶啦。咁點知今日咧就收到個 passport 啦，就晏晝嗰時咧就見到咧佢就話 reject 我個申請 ，reject 個申請咧簡直係荒謬啊！我幫我仔申請嗰個 visa 咧係 child visa，child student visa， 佢而家批俾我嗰個咧係 general visa。即使是 over 18歲的叫做 general，我的兒子是申請 child， 他只有16歲而已，現在他批的那個application 已經錯了。